这小子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要怎样才能成为合格的士兵？既然如此，你就先突破人类的极限吧。恭喜新兵唐龙通过体能训练。也许我们轻视了这个小兵，现在说这个还为时过早，我来带他体验一趟地狱之旅吧。这里是古龙云星系尚未被开发的地方，名为阿尔法斯多星区。你脚下的这片森林被称为人类恐惧之源。恐惧之源？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宇宙最恐怖的外星生物蒙托卡。试的难度加大了，内心的恐惧越大，蒙托卡的攻击就越强。他如果不能克服内心的恐惧，就不配做一个真正的士兵。10000尺，我现在连意志都没有办法对抗。我们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就是训练出一个全宇宙最优秀的士兵，而你不是那个人。瞧不起谁呀？原来不是不可战胜的。哎呀，耗费大量的体能，必须拿到更强的武器。他的攻击力就越大。原来这就是恐怖森林的法则。只要我不害怕，你们在我面前就像虫子一样弱小。九千九百九十七，九千九百九十八，九千九百九十九。还有一只呢，他已经完全克服了内心的恐惧，恐怖森林测试就这么通过了。哪有这么简单，真正的测试现在才开始。第一万只虫子到底在哪儿？在这儿。教官，
我就是最后一只蒙托卡，干掉我，你就能通过测试。啊！平时的格斗训练中，我从来没有赢过教官。遇到敌人的时候，不要犹豫。要快，铁腹股同样前脚，出拳要靠身体带动。拨拳的时候视线不要离开对手。讲了这么多次，你是没记性吗？出拳的时候不要盯着目标，否则对方很容易判断你的攻击。我早就说过，人类是永远战胜不了机器的。你是不可能通过测试获得我们认可的，放弃吧。还在左顾右盼，忘记了为什么还留在这里吗？表现得还不错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。输给你，而是输给我自己的。任务失败。我输了。之前，你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了胜利，如今，你却选择保留人性而放弃了胜利。你已经明白了。士兵是为何而战？你战胜了自己，赢得了我们的尊重，所以你通过了考核。啊，那我现在是正式的士兵了。嗯。耶！列兵唐龙向长官报道。身体站直，脚掌 V 字形，拇指并拢，微肩太阳穴与眉同高，手心外张二十度，肩膀放平，另一只手贴紧裤缝。列兵唐龙向长官报道。速度太慢。列兵唐龙向长官报道。分贝太低。列兵唐龙向长官报道。你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个优秀的士兵该有的素质和能力，但只有经历了真实战场的洗礼，才能成为真正的战士。接下来你将进入最后的综合考核，有信心吗？报告长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很好，立刻出发。这么快？经过搜索，我们已经在联邦军队的系统中找到了 23TL 的入伍资料。根据引力波的探测显示，他乘坐一艘军队未注册的运输飞船，飞往了陨石带。立刻出发。前往陨石带。是。教官，现在是和平年代，哪有真实的战场啊？虽然各国维持表面的和平，但是各自都在进行秘密的武器测试。我们为你挑选了最适合你的战场。
银鹰帝国的机器人，他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是要和他们战斗吗？这是你的战友啊。教官，你为什么对联邦的敌人敬礼？他们是被银鹰帝国淘汰的第一代作战机器人，在程序设定上已经没有敌我之分。那我的任务是带领他们活下去。什么？银鹰帝国研发了二代机器人，性能远超一代数倍。每一次战斗，一代机器人都会被摧毁90%以上。如果你想活下去，必须带领他们在与二代机器人的作战中获胜。是，教官。出发吧。等下。唐龙，只有经历了真实的战场，你才会明白作为一个士兵为何而战。报告长官，我们已经到达目的地。开启生命探测仪，搜寻23TL， 夺取黑洞弹破解程序。是，长官。报告长官，没有发现生命迹象。但是探测到一艘飞船进行了空间跳跃，目的地是帝国武器试验场。自投罗网，追。是，长官。我们这是要去哪里啊？达伦斯，我打赌你的一代机器人将在5分钟内全军覆没。战力差距不会如此悬殊吧？二代机器人升级了神经网络，而一代机器人只会排队往前冲，你输定了。即将进入战区，请做好准备。已到达战场，10秒后开始传送。一代机器人准备战斗。敌方阵地，目标攻击敌方阵地，进攻攻击敌方阵地。为什么不懂得躲避？该死，这些机器人只会往前冲。二代机器人进攻，攻击敌方士兵，消灭敌人，消灭敌人。解决了你！如果你想活下去，必须带领进攻，在与二代机器人的作战中获胜。这样作战只是送死，仗不是这么打的。进攻！闭嘴！进攻！带你先躲躲。你在干什么？他是自己人。他已经失去战斗力，没有价值了。危险！我的手，我的手，你撑住，我来了。起来，只有活着才有可能获胜。是。下去，就听我命令，跟我上。是。